今天我们拿五种不同线径的线束，分别测试一下四幅端子机的免条磨压接模式。0.2平方，0.5平方，0.75平方，1.5平方，七包线，不同线径，模具免条，压接拉力相同。现在我们测试一下四幅端子机的压力检测功能。现在是正常线径，先测试两个。现在我们把其中三根铜丝剪掉。请注意显示屏出现虚接报警，三根铜丝的间隙系统就会自动报警。